刀子没我扎实快，我的音乐永远不会放的扎实慢，心里面看不起他们，我的像个 pussy， 享受不了任何小的失败。哥们十年之前摸爬滚打的时候，就像是在 NBA 最残酷的铁血时代，得不到希望也得不到的方向，新的不是西藏，心中的那点光亮，在黑暗中开荒，不怕摔伤，从零到一，我兄弟们在披露开枪。啊，稍等一下，我稍等一下，我。降价，小云，拜拜，三三，阿登，顶顶。哎，上来了。哎，喂 ，Hello， 有事吗 ？Hello， 怎么把这个视频？展示，对啊，怎么把这个视频展示？我第一回弄这块、我也不会整。那个最下面有一个展示内容，画面内容，下面有一个展示画面。好了，搁哪儿展示啊？搁直播间展示。顶顶，看着那个退出连线没？啊！你看暴露一些，他旁边呢。这退出连线边上呢。妈，这玩意儿好玩啊！这玩意儿有意思，头回整。哎呀，顶顶坐这稍微有一点点突。没事，我搁哪都行，你不信搁哪都行。哎，给他放到大瓶。顶儿，你是不是瘦了？顶儿，我瘦点。嗯，我不敢开我电视，我怕他们给我抬了，我试试看能不能开。你电视啥？我没见过电视，我好像没见过那个电视。那个小纸片。啊、我那是那个二次元那个纸片，我怕我有时候他开那个他会给我抬掉，我操！我试试啊。都怕抬的话，那不得试一下？没事，长得不违规。哪方面的抬？长得不违规。就是直接给我踢下线，不让我开播。就应该是没有那个白名单是吧？对。我寻思太 S 呢。一般 S 没有很 S， 一般 S。嗯，好了好了。好了 ，OK。我们今天大家都到齐了，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活动主题吧。然后今天的主题呢是，找一下本啊，松弛感啊，找一下本，找什么？把笔也拿下，你们开会呀、啊？声音，这活动声音。声音是369，声音是心灵的翅膀，它能够穿越时间和空间，让我们触摸到无形的情感。欢迎来到369寻声记，寻找世界不同的声音。哇哦哇哦哇哦 Holy shit bro， 好喜欢 OK 矜持点啊，你讲 Hold on OK 矜持点，啾呼，白天你好。本期主题的关键词叫做松弛感，孩子别松弛，生活不是竞技场。我去拿个被子去啊！我把我凳子放倒，我躺床上播起来不行。Hold on， 等会儿我说完，他还没说完，我说完。我好像说完了，啊，说完了吗？好像说完了。没事，我知道，没事，别慌，那个、你慌啥？我都没慌呢，强。那个，不怕看，不怕看。我调一下。顶顶漏了有啥？给我吓一跳。哎，顶顶平时也漏啊。我寻思平时也漏啊。好，我给他比例调一调。Hold on。OK，二四六，本期我们是369的各播活动寻声记的第二期，然后也是很久违了，和大家再次见面。然后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六位来自我们听障阁的老师，让他们做个自我介绍吧。那谁先来呢？从我的将军来吧，将军。OK， 什么了，宝贝儿？大家好。什么你的将军？你的行了吧，你的，他就说你降降吧，你降降，你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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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狗进我这屋，进我这屋是谁的你家？进我这屋是狗什么？不是，咱这怎么跟菜市场的狗都没有来了出来了？不是，369跑云屋肯定揍他去了，云爸被揍了。你笑什么呢？你叫啊？对不起，对不起，有一点小插曲，版本就是。好，我们来让这样做个介绍吧。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听潮歌起的 T 点泥匠，大家好。那个什么啊，哎，你们听不见我说话吗？听得见、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哎，你这是我的问题。喂，哎，哦，怎么了？好了，大家好，我是来自听潮歌起的小粉毛蓝耳铃，不是，呸，蓝风铃耳饰的 T 点泥匠，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九哥的直播间。那你是谁的泥匠？我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了。我啊，听不到我们的声音了、啊，完了，听不到我们的声音吗？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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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脑崩了，完了，不行，不行，打电话呢，完了，完了，不行，不行，打个电话吧，不行，打个电话吧，有声啊，不行，咱打个电话吧，服了，不行，咱打个电话呢，不然咋整？没事，咱们正常介绍呗，那个云云开始吧，咱们先介绍，对，咱们先介绍，介绍呗，好吧，那个静音见了，对不起。你好，你好，哎呀，来了，哎呀，你第一天开直播吗？我摁到静音键了，不是，我给那个电脑，我电脑上有一个快捷键，我摁到静音键了，兄弟们，对不起，对不起，兄弟们。虽然说你播这现在正坐着六个网红，你也不至于这么紧张吧？是啊。那个什么，那个什么，那个不会话了呢？Hold on, 来，咱们那个什么，就是从头走一下，那个我们酱酱做个自我介绍。好，大家好，松弛感，松弛感，欢迎大家来到我九哥的播间，我是来自听潮歌起的一个粉毛歌手，我的名字叫 T 点泥匠，大家好。你的耳铃呢？我先叫 T 点粉毛呢，你就烦死了。OK， 那么下一位，别等会儿，拿错东西了，等不了，快，拿错东西，等不了，快说。情绪上来了，快说。听赵哥群星之约的云啊，是泥匠他爸。啊，怎么办？泥匠怎么办？老爷子来了。没事，云爸好，高寿啊，高寿啊，老爷子。哎呀，300多岁了，没事。老爹饿了，你挺能活。我寻思。那也没用啊！不对，串台了，对不起，这也不是一个事儿啊！串台了，来吧，到你了，那么接下来到我们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听说哥林英的白梨泥匠他爹，是我男神啊！白天好，嗯，闺女乖，闺女乖，都带辈儿来的呀，都带辈儿来的呢。哎，好，那我来吧。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听潮歌群英之约》的三三，我不是他爸，也不是他妈啊。OK 了，拜拜，下一个。OK， 大家好，我是来自那个《听潮歌群英之约》的阿登，嗯，我前面的我不敢说，我是三三的爹。你滚啊！你滚啊！ Okay, 我一会儿就整死你啊！给我们顶顶。话已至此，这便宜不占白不占。大家好，我是你叫他大白，我是T点王哥。大白是我，顶顶啊，他大白是我。那我二白。好，二白也有了，三四五六随便扣都行。完了。OK，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本期邀请到的我们听潮歌所有的老师们，我们酱酱、小鱼、白白，然后三三、阿登和顶顶。OK， 是的。渴死的鱼。这个是场外嘉宾吗？没点这歌，这歌没点啊。等一下，兄弟们，等一下，安静。怎么了？麦克风交给我们T点，既然没有台词，我知道，我没有台词。不是还有七麦啊？还有七麦啊？直接坐起来吧。这是。你谁？我麦干什么？你俩别干。我的麦很炸吗？你的惩罚是什么？为了你呼吸。什么？啊什么啊啊！让你呼吸，你就看着我，我看着你，好，我看着你。现在既然站在我面前，张大了嘴巴，然后叹了一口气，你来干什么？20秒，我在做活动呢。这活动还有节目呢。20秒，对了，呼吸。等会儿我放个 BGM， 你呼。你听我说，我放个 BGM， 开始呼啊！一备，开始。暧昧点。现在我来解说一下，既然蒙着眼睛，然后张大嘴巴在做深呼吸。然后弟弟在旁边看着，用他暧昧的眼神拉丝了，弟弟眼神拉丝了。你听我说，九哥，他呼吸完了，两人四目相对走出去了。哦，他们走了，我们继续我们的活动，来吧。他转身就走了，没有留下任何东西，没有留一屋味儿。中午吃什么？他嘴巴有点臭。OK， 哦。
松弛感，好刺激，保持松弛感，保持松弛感，松弛感，松弛感，这何尝不是一种松弛感呢？别点火啊，别点火！这样的直播节奏何尝不是一种松弛感呢？兄弟们，太舒服了，是的，是的，是的，好喜欢。如果不是刻意告诉大家这是场直播，谁又能猜到呢？哦，不是哥们你，不是哥们你。其实我就是，哎，我也没想到，这俩人怎么说？就这俩人就进来了。就水灵灵的进来了，水灵灵的进来，水灵灵的又出去了，进来定的你就完又出去了。好了，咱们回归正题，回归正题，咱们本期的主题还是要、哎、啊，没事，啊、松弛感。没事。哎呀，那谁顶顶太松了，有点，这问题不大。没事，没事，没事。OK， 就其实、okay. 怎么说呢？与其说是一场活动，不如说是咱们的一个团建。秀茶话会哦、合理哦，对吧？然后等一下，我找个本啊，我又看串行了。助理，给我准备点茶水吧。糟了，前面的营造的全都没了。糟了 ，Waiter， 帮我来一杯 Waiter。报告老师，怎么了？上厕所不行，憋着，没到保持松弛感。松弛了，不行，太松弛了，不行，太松弛啊！小云，他就不疼了，放松就不疼了，对。别紧张，别紧张，一紧张腹肌容易不得劲儿，会疼，会疼，腹肌会疼。OK， 那咱们还是哎。哎呦我！真损的哥几个，真损的哥几个。咱们这个活动不是咱们这个主题是什么？就是主题是松弛，是什么松弛感？松弛感，松半个点了。你问我主题是啥？好，我想说，确实时间已经挺长了，这好像这主题还能突出吗？咱不能给他纯唠一个多点吗？哎，好了，咱们的茶水。言归正传，谁？哎，不好意思，我先喝了。喝点茶水。来吧，不是顶着第一回见面，登着敬你一个来。哎，那个 ，cheers 了 ，cheers 了。给酒哥苦苦搁那站着，就是看你俩对着喝。哎，快让他说吧。你说说吧，姐。哎，我没回敬你，等会儿就回敬一个，回敬一个。啊，好了，开始吧，这个可以开，这个行，开始吧。那么的大屏。那么好，接下来那么开席，我们这个接下来的环节是什么？我也看眼本，然后我没看。哥们你 ，OK， 我们言归正传，就是大家对这个词呢，可能已经很熟悉了。干嘛呢，男神？今天这个本好难看，这个字儿好难认啊！云爸，闭嘴，云爸！怎么这么难认呢、啊？这个词。白白呼叫白白的小迷弟在叫你，白白。啊？怎么了？他问你在干嘛？没干嘛呢，啃手指呢。得喝热水了。啊？啥味儿？喝了。喝了。我说白了，现在这个不行，去揍一顿吧。我还说实话，三六九现在的表情，家人们，我给你们解析一下啊，大概就是这个样。三六九，此时此刻的表情基本上就是这样的。OK， 啊，应该是不差太多，反正、啊、有没有高清版的呀？没事，这是画面问题。好，家人们，我帮我九哥说两句啊。来，家人们，没有给我们九哥点点关注的，点点关注；没有卡灯牌的，可以卡一卡啊、哦，家人们。合理。然后家人们再给赞往上点一点啊。啊，对，没有分享播间，给粉都拽过来。有大的人员不？这是九哥，你播吧。这是一个活动是吧？这是一个活动吧？对吧？对。啊，兴许好像可能是吧。好 ，OK 了，行了，九哥到你播了，来吧。干啥的？这活动是干啥的？播吧，九哥播吧。播吧。来吧，他可能喝水去了，糟了。丁丁好像刚嘎完。我不是刚嘎完，我六九现在状态就是我脚。其实没来吧，这不闹了，不闹了，开始了。没有，七七二三五四，我输个验证码。你输你，哎呀，哎。等一下啊，就是我想说，没事，场控不着急，场控讲话录屏录早了，巧，不是，就是说白了，2300人知道这半天播啥了吗？假如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大家现在这种状态，何尝不是一种松弛感呢？对吧？就是每没毛病、啊，每天咱们在档上就是要很
就是怎么说呢，可能只有我那样，因为我唱歌很那我上个厕所待会儿啊，是吧是吧，就是我为什么我上厕所不让我上了，去吧去吧，我还拿尿不湿，你等会儿去吧去吧去吧，就是我每次就是包括听你接档呀或者什么各播的时候都会很拘着自己的那种，但是对，保持绷得很紧吧，绷得很保持一个亢奋紧张感，亢奋的状态，要带着状态。为什么我充抖币不让我用泡泡支付啊？转我，你转给我吧。不用转多了，转我268就行。我那个什么，我有个朋友需要救一下。啊，是那只猴子吗？花果山的马楼是吧？是那只猴子吗？是那只需要我救的马楼吗？不重要，主要是我挺想救他出来。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那个三三啊，那个什么救场。怎么着我给你抽啊，怎么着我给你抽二百，行吧哥，我再抽、啊、你等一会儿。我觉得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我觉得比较合适的，最合适的一点就是哥几个谁能给我10块钱，给不了一点。我还差一点就是能救我朋友出来了，我今天骗了，哦不是，我今天要了一天了。我们今天就是我们也策划老师啊，包括什么老师，就是跟我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寻宝队长，你快让九哥说话吧，你让他说，快让他说，快，不快17分钟了，没说到2分钟的话。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呢，就是大家怎么开心怎么来，怎么放松怎么来，所以这个现在这个状态呢，我觉得挺好的。是的，大家都蛮放松的，感受到没有像拍档的时候没有包袱拘谨，一点包袱没有是呗。现在偶像范儿基本上也都放下了，对对对，是。那像哪有偶像啊？那可得除你没有俺六都网红啊。说白了我俺、啊、是俺们村最大的网红。好了好了，上厕所不是小云，他睡着了。云松弛过头了，去他房间叫他去，受不了了，松弛过头了，他有点。云瞧你说给你送华子，说是啊谁？我去了，谁给你送过华啊云？等会儿，我去俩。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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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言归正传好吧，大家欢迎来到今天晚上我们寻声记的第二期，然后大家给我们今天所有来的嘉宾我们点点关注，给怎么换顺序了你们，给阿登还有顶顶，然后三三、白白、小云和酱酱点点关注，然后我们稍等一下我拿点零食。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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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助的零食，我们给我带把瓜子、毛客，买零食我只上抖音秒杀频道。啊啊，这活你也接了。我一般我都不买，我都蹭好哥们儿的。一般说白了，我看谁买，我就到他旁边，找到旁边坐着。那我们接着往下进行。就关于松弛感福袋呢，是不是那个这个？兄弟们，给我想一个福袋口令，快点。我要舒服。谁能给我带把毛克？好，继续吧。谁能给我带把？不是哥们你。毛克。真掏啊！克，哎，克是哪个克？嗑瓜子。OK， 毛克。嗑瓜子的克。OK。会员那个找69领毛克了，一人抓一把，别多抓。开了会员才能抢啊。那开不了。不是你，我走了。怎么耍狗伎俩？你怎么耍狗伎俩了？你怎么耍上狗伎俩了？我的朋友我还没救出来呢，我还没救出来我的朋友，你还想耍上狗伎俩了 ？OK OK， 不闹了，咱们那个什么那个策划老师艾特我，进入正题，进入正题，不让我乱搞了，继续吧，艾特我了，艾特我了，那个什么那个咱们六位老师各自哦，我们探讨一下什么是你们认为的松弛感。就是怎么样算是让你比较能够让你放松，能够让你舒服。对，那么有请我们首位阿登。啊，阿登来啊，说在什么情况，就是怎么样能够让你，阿登现在他就非常的不松弛，突然变到了衣袂。啊，那个，首先来讲，我觉得吧，在当下呢，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呢，每一天大家都会有忙碌的工作。不是哥们，你写作文了？好，来。来，有请三三老师。我说白了，你刚才那段话一点不带松弛的，真像写作文。我爱说实话，你不得有铺垫吗，哥们儿？那你前面铺垫来，铺垫吗？那个咱们铺垫。行，不，你接着铺。
铺垫一下。我说到哪儿了刚才？谢谢谢谢大家粉丝团。说到当下这个生活中，我现在喝口茶水。哎呀，这样这样，宝子们，咱们就是六位老师，他们就是介绍完以后，你们投一个最不松弛的，咱们让他做惩罚。那个、怎么说呢，每天忙忙碌碌的工作吧，难得说有时间来到369老师这里做做客啊，嗑点瓜子喝点茶水，跟着哥们几个调侃调侃，其实在我的生活中也是一种放松啊，何尝不是一种就是说特别惬意的那个悠闲的时光啊，所以说我觉得此时此刻我是非常松的，我还是非常松弛，非常松。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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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一会儿那个播完之后咱俩连一连，我看看到底怎么松、啊、那你先接一下子吧，还有你了丁丁。好，我觉得能够最让我放松的方式是什么呢，我是个东北人，地道东北人，就是洗澡搓澡搁澡堂那么一躺一泡，我就挺舒服。我就挺得，就是能够达到一种就是洗完之后搓一搓往那个小床上一躺，必须加醋，必须要加醋，对，必须得醋搓，或者是搓泥板也行，大哥。然后看一眼手牌，咱就哎手牌的情况下369。OK OK， 也就是说洗澡搓澡搁澡堂的算是能够让我比较放松的一个方式吧。嗯，且就是不会去再去想很多东西，可以非常舒服的躺在那里。那么好，睡个小觉。哎，我采访一下丁丁老师，展开说说。你一般要去多少度的池子里泡？我一般属于是先进那个最热那里边，先给自己烫秃噜皮了，然后我感觉烫的挺疼，我啪嚓一下我就进入那个冷水池子里边。嗯，然后紧接着我再来到这个算是恒温吧，算是恒温37度左右那个，最后再搁里面扑腾大概十多分钟，基本上就是泡澡就结束了。这一看就是个老澡家。哎，老澡家，你必须冷热交替。OK， 那么我们下一位是。没提上楼的事，这个电人是快睡着了，快起来，森森，不行，这个现在起来有点吓人了，不行，你这说你好像要喝奶，受不了了，受不了，到你了 ，OK 了，到你了，我来说吧，我觉得最松弛的就是我有时候，因为有时候干这行，有时候压力有点大，我想放松的话，我就会，但是不提倡大家这么做啊。不提倡，我那你别说了，你都不提倡了，你不提倡是多危险的这事儿啊！你说点能说的，那不行，能听的不是，就是因为我喜欢，就是半夜嘛，高架上面就是没什么车嘛，然后我喜欢开车上面，然后大概限速是80，我一般开到个75左右，对，真是75左右，哎，很安全，溜达一圈，对，很安全，非常安全的一个车速，就是一个人在夜晚开车。然后车道上呢，不要有太多的天窗，对吧？给天窗、车窗全开开，必须那个风，必须前提应该是必须是没有是没有什么车的，没有什么车，一定。但是我觉得他挺紧张的，九哥，我觉得他挺紧张，就兜风俩人说这么多，你先别插嘴。OK， 那么我们接下来拜拜。拜拜，你掏瓜子儿去。拜拜，先别掏瓜子了，别掏瓜子。挺放松，感觉到了。OK OK， 白白小哥，我最近最放松的时候就是跟今天这个连麦。说什么呀？说就是怎么样能让你放松啊？怎么让我放松啊？收几个华子就好了。年华治百病，多么朴实，你多么朴素的放松方式啊！只要富裕了就放松了，家人们，就这么简单。他说的仔细想想好像还有点道理呢。那么想问白白，今天收几个花了？今天一个没收到，很不开心。那你今天指定是不放松，不太放松，压力很大。今天，OK， 白白的放松感就是什么呢？是每天完成 TDP， 姐妹们的爱，姐妹们的宠，是姐姐们的爱。那个，哎，那个谁的那个泡泡噔噔噔噔的那个关一下，不是我，应该是小云的。这个百醇也挺好吃的，小云。啊、哦！我在剪纸啊！你们不要给我听这些事儿。小云，云呐，小云，云，云睡着了，睡着了。我去了，谢谢姐姐给云送的花。哎呦我，我去，还有啊，莲姐姐，咱家趁啥呀？这么说，这么给云刷啊，姐，花子满天飞。
华子，你干啥呀？三个了，姐，再刷可不行了，再刷就是四个了，姐。哎呀，姐姐太猛了，姐姐，干啥？妈，又给来，又给顶，再刷就是五个了，姐。睡觉也给这些吗？不下吗？都睡了，姐姐。停停停！哎呀，你死了！起来！这么松弛的吗？不好意思，那么先刚才的呢是我们一点小插曲，我们让小云先行行。平时插曲挺多，平时不这样。我们先来讲讲。哎，好。大家好，什么叫松弛感呢？我不想说，由于我不想说。你不想说能行吗？你不想说，你得说呀。够松弛吗？你得跟我们讲啊。那其实呢，就是松弛感这三个字吧，其实在我眼里就相当于是解压一样。我平常会怎么解压呢？怎么解压？我说白了，你说黑的，我打两把碗。我说白了，打两把瓦洛兰特，我小枪我哭哭一掏，我大喷子哭哭给他们塞他们嘴里，我就高兴了。打网游是吧？哎，打游戏算是你的，哎，打游戏，哎，算是你的一个解压方式。这会儿没在打吧？这会儿不下冲壁了，冲壁了，冲壁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来吧，小袁，到你了。又睡着了，糟了，懵的呢。你。真松啊！我说白了，不是真松弛。啥玩意儿？什么呀？啥呀？啥呀？没事，你接着睡吧，没啥事，没啥事，叫叫你。睡吧，睡吧，睡吧。叫你起来重睡，没事，你接着睡吧。小云，那个啥，那个白白说要来找你玩。啊？嗯嗯，真的假的？真的，他说马上到了。啊不，那是不可能。你开门。不来，来不了，我阳了，不能传染给你。嗯，开门冲进去的只有三六九。说什么？说怎么那个啥是吧？说说你认为的松弛感。睡觉啊。那你睡觉的话，你给就是睡觉，你得睡多长时间能够达到一个你理想的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呢？睡多长时间？8到10个小时吧。八到十个点必须保证，睡上就舒服，睡好就爽。哎呀，主要是最近对睡觉是有奢望。有奢啊，奢望。那最近忙什么了呢？这么累呢？我最近失眠。最近失眠了，我还想睡八个点。失眠的情况下，刚刚是怎么眠的呢？那你失眠是刚才怎么的？一瞬间就来劲儿了？不像。不是，我刚刚不像。不像失眠，感觉你像嗜睡。那你不能睡呀，你这一睡俺们这麦得连八九个点等你，受不了。你起来了，你起来。你精神点儿行不行？等你八九个点，咱几个就不松弛了。刚才他不是睡着了，我作证，他是昏过去了。嗯，没有啊，昏过去了，真是好哥们儿。我要说睡着了，他得罚款，办活动。我都听见了，你就你死了。没有没有。我们就是关系好一点，一般会这么那啥，知道吧？亲切的问候，亲切的问候，亲切的问候，相当于你好。哎，对对对对对，相当于你好，就是就相当于我刚才打开小云的门，我在他面前，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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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头发是真发，你是纳米救援队的吧？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六位嘉宾已经就是说完了他们对于松弛感的一种理解，但是我觉得他们理解有点偏差。咱们说的是、哦、咱们说的是松弛感，不是解压，不是让你们就是不是你们的娱乐方式。接下来这个话题，我觉得能给你们揪回来。你们觉得怎么说？就是大家去过的哪一个城市松弛感最高？啊、慢节奏，慢节奏，一定是一个慢节奏的城市。嗯，杭州就太快了，累死我了。前面我看葛公平打成都蛮多的，还、哎、
成都，咱们有成都，咱们伯家有、嗯、哎，我哥几个有成都的吗？有在成都待过一次，我去过一次，就是我那次去的时候是我抖音给我刷，抖音上刷到过几回。我那次你刷到就闭嘴，你刷到。我那次去的时候，飞机晚点了，然后我凌晨三点多到的，你知道吧？嗯，去了酒店门口楼底下。一排长长就是那种就是主路你知道吧，很宽的那种路、嗯、满满一排全是小吃摊、哦、凌晨三点，你们想一下啊，我现在去还来得及吗、就是、我说白了，成都的那个蹄花汤真的超级好喝，凌晨三点还那么多摊成都宝贝不睡觉啊挺多人上夜班的来我跟上夜班吗？我来讲一讲我上次去的成都啊。我上次去成都的时候啊，当时跟我们厅里两个好朋友一块去的。我到那之后，我们大半夜就出去想找点吃的嘛，饿，然后就发现呀、啊，就这个桥底下呀，然后这个酒店门口啊，好多好多叔叔阿姨就在搁那睡觉。啊啊啊！这么松弛吗、啊？就在大街上，不会有云夜在里面吗？就在大街上睡觉，真的。那那个周围，那当时那个周围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周围环境就是旁边就是小吃摊，他们就在小吃摊旁边就睡觉。啊，闻味儿，那闻味儿睡得香，闻味儿睡得香。好，六鸵鸟啊！哦。那玩意儿能溜吗？那玩意儿能溜吗？啊，那玩意儿不得带飞起来也不得呀、啊？等一下，鸵鸟会飞吗？等一下，兄弟们，等一下，小云，啊，你死了！你现在在参加活动，小云？我在参加活动，我没睡觉。你把年哥来了，欢迎年哥。坐起来。晚上好，年哥。晚上好，年哥。年哥晚上好。晚上好，年哥。年哥，年哥。年哥晚上好。啊？没有，好好上班呢。完美的解释。啊！你们在说什么？啊、年哥，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我怎么说到哪了呀？现在到哪了？现在说到哪儿？现在说到是就是你觉得哪一个城市？搁那个不是搁那、啊、说睡觉事吗？上干什么？是刚才说、那个聊到搁成都街边小吃摊夸夸睡觉这个事儿。对啊，嗯，好。然后就现在说，想让你说一下你睡觉是一般都什么场景？Yeah, 真睡了，云、啊、呐，云、我没睡啊，你死了，你说，不是到我了，到你了，到你了，云，到你了，云，是吧？哪个老早就到你了，哥几个，到你了。现在水水，你跟我们聊一聊，你平时你怎么，你喜欢什么，以什么样的姿势，什么样的感觉？啊、算了算了算了，我了解他，他喜欢睡绿化带，来吧，拜拜。OK 了，我喜欢。哪个城市啊？我喜欢长沙呀。那你在长沙睡觉睡得香吗？还没睡过。这、啊、那你为不是？那你为什么喜欢长沙？对，那为什么喜欢长沙呢？感觉就很松弛。你感觉很松弛？你不是睡觉才松弛吗？你又没去长沙睡过。我怀疑你还没去过。啊，快了。哦、他还没睡醒吗？我怀疑快了。哥们你跟我一样搁抖音上刷过，我说白 了，一会儿云说369你刚才不叫我，我这会儿都到了。我虽然我没去过，但是我听描述我听出来哦，白白跟你说的是吧？哦，是白白跟你说的吗？嗯，长沙确实不错啊、嗯、欢迎大家来长沙玩。哦哦哦，就是有点热啊现在。哦嗯，来吧，那到拜拜了、哦。嗯，怎么了？说什么了？好了，大家，我们今天的活动就到这里结束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我们明天再见。晚安了，大家，晚安，拜拜。那到哪里了嘛？到哪个流程了？到你觉得你最松弛的城市是哪里？最松弛的城市呀、啊，嗯。你不能没去过吧？你不能说是没出过街，没出过街里。说实话，就是稍微好一点的城市都不太轻松。要去你就应该去农村，
啊，哦，去乡下住一段时间，你会觉得说我心里很松弛。那白白家是白白是村里的吗？白白。对，我老家是农村的啊，来自于哪里，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左宗棠故居湘阴。啥呀？啊，没听，没听说过吧？反正就是左宗棠故居。等一下，等一下，兄弟们，等一下，兄弟们，等一下，等一下。小鱼，干啥？我没睡。你立起来，你先立起来。我就是没拿手柄，他就闭眼睛，你知道吧？我没睡 啊，我眼睛睁开的，不信。怎么倒了？OK， 那么我们白白觉得是乡下比较松弛感，对吧？乡下村里，嗯，那肯定，嗯，空气又好。那么我们三是三三吧？三三是，不然呢？我这个屏幕太小了，我看不清你们的小人。嗯，我觉得吧，我觉得跟乡下也差不多吧，但是我觉得是镇上比较放松一点，因为我想在保持。整个人很松弛的状态下，我还能享受到外卖这些东西，明白吧？我不累做饭，乡下没有外卖吃，乡下没有外卖吃。半夜12点，我看着那个一口空锅，看着我的嗷嗷叫的肚子，我好沉默，我沉默了一宿，我睡不着。我要去镇里，镇里有外卖，就是因为这个 OK 了。我这么跟你说，三三，我之前我老家也在镇里。但是我之前在老家就是工作的时候啊，过了晚上12点就没有外卖了。没有，我们那边镇里有，我们那边镇里有。那你的镇大呀？不是，不是，也是小镇。为什么呢？不是搁那个某团上面那个外卖。哦，当地的外卖是吧？当地那个李叔，那个你家的串还有吗？还开着吗？我往我家送点。对对对，骑那小电轮来就行。这么自家产业呀？不是自家产业，给老板加了泡泡，给老板打电话让他送。李叔王姨是吧？对对对，李叔烧烤叫李叔。李叔烧烤，王姨麻辣烫，你这样。对对对对对，你给老板打电话，熟人都是熟人，天天去吃。那老板一般给不给你就是逢年过节多给你点串啥的，多给你点吃的。老板逢年过节的说是路上堵，不车不好开，多收点那个什么配送费。今天下雨，今天下雨，我得多跟你要2块是吧？今天不是他要配送费，不是这么要。今天下雨了，你这太少了，我也不合适，你再添点东西吧，我得给你送。你能明白吗？那你在镇上点外卖，就是吃，咱们正常来讲，就是你在镇上点一顿的话，大概要消费多少呢？一顿饭的话，咱就不夸张的是，就正常平常那种50-60啊。半夜的话50-60，你找人你肯起送，没有50-60人你不送。哦，那白天呢？白天那不就饿了么、某团吗？哦，那你不行，吃点预制菜得了。你这宵夜有点贵，你这宵夜说实话，出个镇上吃也不常吃啊。你搁冰箱炖点整点预制菜挺好。不常吃啊。行了。没睡。家人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这个流程过了吗？你别睡了。小云睡了没？没睡。不行，这么多云，你跑到9个房间去待着吧。你端个板凳坐在旁边吧，我感觉。OK， 那么这个时间呢，我们公屏的宝子们也可以讨论一下，就是你们认为最有松弛感的城市是哪里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到顶顶。我呀，我去过的城市不多不少，我目前觉得在吉林市的话会比较让我舒服一点。首先呢，它的这个吉林市对吉林市，它的物价呢没有很高，然后它也是依山傍水嘛，就是夏天的时候呢，你可以进山里去玩，然后它紧挨着松花江，你也可以去玩那些摩托艇啊这些东西。然后冬天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去进山里面看那个什么雾凇，看雪景，或者是说坐那种缆车去那种山顶上，感觉也是蛮好。就也就是说，一年四季你都可以进山，你主打就是进山。这么说，你说的我受不了了，我现在马上就想去。我现在马上就要去。丁丁，你再说一句 ，Welcome to 吉林熊吧 ，Welcome to 吉林，我的苏白。开一场，等一下，顶子，好，顶子，上吉林哪儿看武松？看不是武松，是悟。那能打虎吗？是悟空啊，是悟啊，悟空！哎呀，家人们，谁能给我268？我的朋友被绑架，我的朋友被绑了，还差一点，我得赎他出来。三三啊，我有个不用花钱的啊，抢先版你玩不？不玩。他前天给了我一个抢先版，打开里面是熊二。
我知道那个、啊、打开里面是奇迹国王，我知道还有那个打开里面是铠甲勇士，我知道那个，他甚至精心的做了开场动画。Monkey brother, monkey brother, you are so cool 的。OK， 那我们鼎鼎认为，那最终是干的城市是吉林。那么接下来我们阿登，嗯，确实有些小了。对于我来讲，我不知道大家都啥，反正我就是大家都说完了，你不知道大家是啥？你不知道说完了，你不知道大家都说了，你说不知道大家是啥？我想说的意思是那个，我有点太松了，对不起。啊，我想说的，我想说的意思就是。就是大家，我不知道这是跟家人生不生活在一起啊。其实我就总觉得我回家，在家里，就是我家是一个小城市，四线五、哦、外五线城市，辽宁省哪儿啊？辽宁省辽阳市。嗯，对。辽阳也不小啊，你属于是住在辽阳外五线了。啊，对，就是你往城里，往城里搬不行。顶的，你听我说，我属于说是我生活在辽阳的，辽阳里边，如辽阳里边的第五线。啊，明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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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辽阳周边有五个县，完他搁那个第五个县的是。主打就是一个辽阳偏远地区，就是远，就是远就完了。我说白了，就是我还是觉着，其实最松弛就是搁家躺着那会儿，就是在农村生活的时候，哎、那时候是在家里，然后家里农村晚上没有外卖。农村农人不说了，人家里人给做饭，农村白天也没有外卖。我说吧，农村白天也没有外卖。不是，阿登讲话，我下第一薅俩茄子就做饭，你谁能比呀、啊？兄弟们，等一下，兄弟们，等一下，小袁。小袁已经明白了，已经明白了，哥几个已经明白了。我说白了，就是关于外卖这个事情，对我来讲，我本身也不愿意点外卖，我就是一个比较喜欢做饭的人。那你做饭这方面你是学过，还是就是只是单纯喜欢能做点家常菜？就不瞒你说，我曾几何时，我也可以优秀毕业生。我属于说不只是新东方挖掘机专科毕业。我爸我家从小我爸我妈开小吃部的。嗯，哎呀，在那真好，乡镇城乡结合处的地方。那谁那个三三叫的那个什么王叔，是不是你家？啊不是啊啊啊啊啊！那个我说白了，我还真巧了，真姓王。那你姓王巧了，我也姓王，你看看这是哎呀！啊，不是给我叫位置呢。云，睁开眼，云。身份证呢？啊。酱酱，哎，这个怎么躺着给这人变成站着的？啊？你给相机放天上掉下来吧？你可以把相机放到上面。可别教，给他学会，一会儿真睡着了。听管在吗？听管应该在，把小云就是临时抱下去补一个，全力扣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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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了，那么我们大家讨论也差不多了。其实，那你觉得哪里最松弛呢？哎，你还没有说呢。我去过的地方还蛮多，就是因为小的时候就是，自己就是去谋生，跑过的地方很多。谋生，对，谋生跑过的地方很多。谋生活，我觉得，那你大概跑过的城市大概能有多少？粗略估计一下，5、6、7、8、9、10个的情况下。差不多吧，十个左右，差不多十个一里，差不多。我那去的确实蛮多的，差不多十个左右，差不多。那这十个里面，就是你挑一个你觉得你 OK 的，你觉得是哪里？我还是觉得，就是如果大家刚才说的东西，就是说的那些附加项太多了，比如说什么外卖呀，什么出去就是去山里玩啊，那些我觉得都是附加项的东西。我觉得就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内蒙包头，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我知道，那个、我知道，包听过的那个地方，真的那个节奏，我的妈呀！白天出去上班都没有，就是全没有人，全马路的空车，你知道吧？大家不是走路、就是。骑自行车，你们骑马吗？要么就是起来。那你会骑马吗？你会骑马吗？会不会对？你们那边高考是考的是骑马吗？我已经说过了，我高考考的骑马。那会考射箭吗？
还有大蒙古包。你会杀牛吗？你会烤全羊吗？你会做牛肉干吗？每天早上你开嗓是呼麦吗？早上起来没打哈欠，你呼麦是吧？一张嘴，妈的也得用。妈的也得用，哑巴了哑巴了也得用。我在内蒙的生活这个故事呢，咱们下一回下一期寻生记，好吧？如果有机会的话，下一期寻生记再邀请六位老师来。好，我看你们到来。这个话说完的情况下，我感觉下一期是不会邀请我们这六位老师。反正对于我来说，就是生活节奏慢，然后。可能就是大家没有什么竞争力，然后就是比较松弛的。你确实很松弛。那个时候我们每天就是几乎，因为我那个时候不是上学嘛，从我家到学校我要走路穿过四五个小区，穿过挪威的森林，有点远了。让我走进你的梦里。你上学睡觉去了，走进你的梦里。我穿过你太奶的头发。那你从家走到学校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大概要走个15到20分钟吧，那还行，那还可以。对，就是小区连着小区，连着小区，就是那种那很一个开发商的小区，就是每个小区不连的有一期二期吧这样的。对对，一期二期差不多一期。你怎么又来？怎么又来了？你们两个干什么？又来呼吸了？在哈？等会儿弟弟猪开始猪跑了，跳过床上了，脱鞋了没？好爽，好爽的大床。什么玩意儿啊？啊？我要睡觉，我要睡觉，我要睡觉，我要睡觉。能给视频打开，我想看看。能给视频打开吗？我的床好着急，吵吵，着急，急死我了。我操，我情绪上来了，我恨不得要开车到他旁边去看。家人们，能打开吗？让我们look看怎么事。我现在真需要崩溃了。我起来做两个俯卧撑。哎呦我，一、二、三、四。五、六、七、是吗？八、困了。晚安。感觉所以感觉六九好无助啊，好无助啊！你裤裆能开了，你放屁！裤裆睁开了没有？六九想看我的哪个直播间？我这是训练营，我这裤裆开了呀！你这个姿势好不雅呀、啊！裤裆现在我想看看，我想看看，我你不能睡觉，你不有什么不雅呀、啊？啥颜色的？求你了，给看看吧，好着急呀、啊！不着，你为什么打小云呢？睡觉前不是都会玩玩枕头吗？所以这把是他输了是吗？对啊，他玩大的，你看，他现在如坐针毡，如芒刺小，他觉得自己被所有人注视了。睡觉了，小云回去睡去。你脸别红啊，你回脸别红嘛，回去。你也过去睡去了。你们还有啥环节没完事呢？你不管，你播你的，我播我的是吧？好。哎呦哇！谁给摩托车开出来了？谁给老二手膜都开出来了？三分钟还没到，还有一分钟。哦，就是来我房间三分钟 freestyle 是吧？表演睡觉啊！但是我说他表演不是很好，他不像在睡觉。好想倒立睡觉啊！倒立！我操！不是哥，好想倒立睡觉啊！一会儿给床看塌了。出抽筋了，竟然！抽筋了，这也是表演的一部分吗？什么抽筋？打一下，你省着点，我又不会治。行，我抽筋了，哎呀，疼！等一下，疼！什么疼？什么疼？腿抽筋了啊！抽筋了，倒立给腿倒抽筋了。这一段是演的最好，太精彩了，太精彩了，这什么？这一段太好了，这段真抽筋了，真的太精彩了，就是没看着，真闹心呢。抽筋了。哦，这么厉害！他刚才说他刚才放了个屁，然后抽筋了。17秒，屁股抽筋了。不是放屁放抽筋了，怎么放的呢？就放屁你要用劲儿，你知道吧？蹬腿儿吧，蹬腿儿。你这味儿放老有了，这我这味儿啊！大家橙子，说急死我了，开始说梦话了。好了，大家橙子啊，什么唐僧，听见没？他梦着玩黑悟空呢。什么唐僧268？谁愿意给我268？家人们，求你们了，谁愿意给我268？很着急，就这么水灵灵的走了。我们是不是该开个预测？预测他们下一波什么时候来？
咱们到哪儿了来着？到哪儿了？到哪儿了来着？咱们到哪儿了？刚说完那个松弛的那个城市，对对对。说白了，我觉得现在应该问问家人们，觉得最松弛的音乐是什么？我觉得不重要。哦、觉得最松弛的音乐，没错。你知道吗？我觉得 我先来、啊，这把我先来。哦，我一直有一首在我脑海里面，只要出现这个音乐，我就全身的疲惫都没有了。哦哦，真的，就是大家以后可以去收藏到自己的歌单里面。在自己特别疲惫的时候，在自己特别累的时候，山东车牌之歌，不是不是，在自己特别疲惫、特别累，然后特别焦虑或者什么的时候，或者刚下班或者就是什么的时候，大家都可以放出来听一下。好，小的脆弱吗？这首歌的歌名是中文歌还是外文的？中文歌，中文歌，是五个字吗？你放下不下，我们猜猜呢？啊，五个字吗？猜猜什么歌？好，放下放下，就是大家来，咱们听一下。嗯，对，来，哎，我从小听到大这首歌啊、嗯！哎呀，听着这首歌长大的，说白了，对，嗯，啊，这首歌我一听到就想哭，哎、太松弛了，家人们，哎呀妈，放松了，家人们，还有感觉，太放松了，了我说白了，我直接我就马上倒头我就睡着了、不闹了，不闹了，不闹了，太放松了，就是、我真的有一首就是能让我一下就放松的歌，我给你们听啊，来，这个 BGM 吧，不算歌 ，BGM， 哦。这不放学时候放的吗？这是放学打铃的课吗？各位旅客，各位乘客，39号马上就要到站了，请拿好您的随身行李，收起小桌板，你的好朋友，一起去开始新的旅途吧。带上别的好朋友，期待我们下一次见面。好，走了，拜拜。Ladies and gentlemen， 本次后面的我就不会说了，就已经到这里要结束了。什么寻秦记啊？寻秦啊，寻秦记好看，寻秦记哦、所以这首 BGM 的名字叫做我爱听萨克斯。这首歌的 BGM 叫做燃烧的脆弱啊，回家的诱惑，对，回家啊啊啊，什么的诱惑啊。好了，哎呀，今天两个玩意儿节奏全打断了，那个，咱们直接开始下一趴吧。好，好，我们准备了。哎，我手机呢都啊这儿。好，下一趴什么？这歌其实挺松弛啊，挺松弛，感受到了。下一趴叫做下播。下一趴叫做、哦、看看谁还不睡觉。好了好了好了，咱们尊重一下工作人员好不好？ respect 一下工作人员 OK 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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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羞羞的羞游戏啊，羞游戏，那么我们游戏的名字叫做你绝对听过大挑战。哦哦，果真吗？游戏的规则呢，啊啊！咋了、啊？小云又咋了？小云要爬起来了，不是？小云起来了，阴暗的爬行。小云终于睡醒了，不是？不是？都看不见桌面了。Okay. 来，给他放大吧，我受不了了。游戏规则呢，就是一共分为三关，然后。我会放歌曲的前奏，然后大家一起来猜，猜对得一分，然后最高的呢可以让最低的做一个惩罚，粉丝也可以在弹幕参与、okay. 好吧，那么我们第一关呢是猜歌、呸，听歌猜游戏。哦啊，那么本里准备了三首歌，那可但是那你可不能放黑神话悟空的BGM，因为我还没玩啊。你们讹着了。给大家准备五首歌吧，哎，四首歌吧，因为我们六个人，好吧？行，来。等一下，我这个麦克风有点不那个什么。你让给，对，我要把它放下。你给麦克风下了呢？我要放下，我要把它放下才行。我知道这首歌。大家试一下你们的那个爆灯表情能不能用？
哎呀，这不方便。可以用应该可以可以。不是戴 VR 看不见鼠标呢。没事，看不见那就罚你。那就用我的耳朵来吧，然后谁要是抢答的话就喊一嗓子我，好吧？嗯，行。OK。OK。第一首，准备好，三、二。我站站。啊，我没吭声。啊。你的耳朵不好使，我爱说实话，我爱说实话，耳朵不好使。我是我。Okay, 那么这一把呢是我属于失误，属于失误，好吧？然后怎么我看用什么呢？没吭声。是我。等一下，绝对是我，绝对是我。把全把喊名字吧，喊名字吧。OK， 喊自个儿的名字吧，喊自个儿名字。来，三二。王丽颖。什么王丽颖什么？王点顶来，他说错名字了吧？不是吗？是让我说游戏名吗？坦克大战吗 ？OK， 不是你糊涂了。我小时候玩过，我乐玩。这不是魂斗罗吗？得亏你坦克大战，这是坦克大战。没猜他俩是一个，他俩是一个 BGM。嗯哦 ，OK， 那么我的新名字王丽颖。王丽颖。我们第二首，下一题 ，BGM 下一题，准备 ，OK。没玩过啊？没玩过？没玩过？泥浆，OK， 这我确实不知道。英雄联盟 ，Legends Never Die， 好错，对了吗？这游戏我没玩过，它能不能不算呢？这把不是，我接受不了。这中途应该听过，那前奏没听过，这是吧？是的，英雄联盟，真是联盟。不是我没玩过这个游戏，能不能不算这把？厉害！主办方有问题，不放副歌。合理。本儿你写的，让我放前奏。我真服了。说了不允许再提本这个字了。哦，对不起。来下一个。下一个，键盘打不开了，打不开了。哦，好听，泥浆。OK， 又是泥浆。In the zombie in your mind，In the zombie。植物大战僵尸，最后不好听，最后通关的时候，向日葵唱的那首歌不好玩，一点都不好玩，不好听，一点不好玩，这个我都不知道，不玩，这个我都不知道，还得是泥浆，我说白了，泥浆平时没事就是干游戏啊，你是网瘾少年吗？我必须啊，没事就是干游戏，妈呀，就乐干游戏，真的就乐干游戏，妈呀！植物大战僵尸，你通关之后，然后他向日葵就会不想知道，不听。OK， 那么我们现在点点一分，降降两分，然后来到我们第四题。哦，泥浆，不是我说的啊，三。不是我说的啊！啊，这啥呀？人，百里，放弃了，没玩过。我真没玩过。这什么？哎，你这只猴子！啊！哎，三，黑神话悟空我没玩过，但是我听到了啊。那是我给你的提示。谢谢你，你这只猴子。但是我真没玩过。三一分。像我这种不玩游戏的人，真的玩你这泼猴。是吗？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小云 ？OK， 那么我们下一题。哦，等一下，这个播放器里没有，稍等，我得找个换个播放器，等我一下啊。哦，三救场。嗯啊，我啊，不是啊，好听，这是你二轮唱的歌。三，五十十五十五，什么玩意儿啊？不是黑神话悟空真好玩吗？
哦哦哦，不是他啥那个一张尖儿，嗯，一张尖儿，一张尖儿对三，哦不是要不起啊，哦过过小三一张过，小三你也过，跟你当队友我真是倒霉，四过啊，蔫儿的牌打的也忒快了。